重启十四还可以吧，因为奥运会结束之后一直没有系统的训练，然后今天能有18.9米80以上的成绩，自己还是比较知足吧，但是有点不满足，就是没有突破而已，还是很激动吧。我当然还是希望能5连冠了，就有点长远，但是过好当前吧，我觉得可能这只是一个起点，我觉得未来可期。你还会参加吗？下一届奥运会？必须的，那个5年都等了，之前五年我等了，现在就剩3年了，我还是希望我能站在巴黎的奥运赛场，虽然会很难，但是我相信我能坚持下来。